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教了30多年唱歌的 Steve Tam， 我亦都是 Celine Tam Daddy， 亦都是他的 Vocal Coach。今天呢是 National Joy Day 喎。對我來說呢，每一天都是開心日來的，因為呢我很喜歡跟我兩個女兒玩的。雖然我就7天都上緊堂，跟我的學生在學校上唱歌堂。Won't cry, your turn. And I won't. But I won't cry. But I won't try. Very good about it. Very good job. Very good job. 咁但系咧，我都系透过我哋学校嘅 mission 同我女女嘅 mission， 希望咧将好多好得意、好开心嘅小朋友嘅音乐嘅 video， 我哋叫 music video， 摆上 YouTube。讓全世界的所有的朋友都能夠分享到這些快樂，我覺得呢很開心的，將你的快樂建築在所有人身上呢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的，這個是很感恩啦，有這個機會能夠做到這件事。大家記住，今天是 National Joy Day， 記住每一天都要保持開心，你一保持開心咧，你就身體健康噶啦。將個負能量全部走出嚟，我講咗30多年噶啦，因為我搞30多年唱歌，我成日都同人講，唱歌就係長命百歲，令到你長命百歲嘅 number one 最緊要嘅一個活動，唱歌，大家一定要唱歌 ，OK 好唔好？記住，就是將我這條片 share 給所有你認識的朋友， okay？ 令到他們都記起今天要開心，不要愁眉苦臉，最要開心，跟著人家一見到你的開心，今天就開心咯，好吧？ OK， 我是 Celine Tam Daddy Steve Tam， 我有30多年教唱歌經驗，很多學生要求我舉辦在線唱歌班，机会来了，我正在举办在线唱歌大师课，教大家唱歌，快乐的唱歌，赶上机会，我想听你们在网上唱歌。